谁是真正的梅梅？我是真正的梅梅。宁宁，别相信她，我才是真正的梅梅。梅梅有绿色的草莓发卡，我有草莓发卡。梅梅有红色的眼睛，我的眼睛是红色的。啊，我也分不出来了，怎么办？宁宁，快放我下来，我们还要一起巡逻园玩。没错，你就是真正的梅梅。啊，还好有光精灵的变身药水，否则就要露馅了。梅梅，你就等着倒霉吧。妮妮，我们去玩过山车。不行，我害怕。那我们去坐船。不行，我晕船，我就要去坐船。那我陪你坐船，你陪我坐旋转木马。好吧，梅梅，我已经陪你坐了船，现在你陪我玩旋转木马吧。旋转木马是小孩子玩的东西，我要去坐过山车。梅梅，你太过分了，我不要和你做朋友了。我也不要你这么胆小的朋友。梅梅，这是我新买的手机，我们一起玩吧。让我先玩。好吧，给你。怎么黑屏了？应该是没电了，我给它充上电。我要一边充电一边玩手机。梅梅，妈妈说这样不好，要等手机充满电才能玩。我说没事就没事。怎么了怎么了？梅梅，你弄坏了我的手机，都怪你非要一边充电一边玩。明明是你手机质量不好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梅梅，我不要跟你做朋友了。不做就不做，我也不喜欢你。乐乐，桃子老师让你去找他，你这次考试考了零分。不可能，我这次复习了好久，肯定能得100分。不相信就算了，桃子老师正准备给你妈妈打电话叫家长呢。那都是真的。妹妹，你帮我拿好零食，我去看看。这些零食都是我的了，我吃。喵喵喵喵，真好吃。妹妹，我明明考了100分。没错，我就是故意骗你的。你竟然把我的零食全吃了。那又怎么样？哼，你上当了。我不和妹妹做朋友了。宁宁，请你吃薯片。我不吃。乐乐，请你吃辣条。我不吃。大龙，请你喝可乐。我不喝。你们怎么了？我们不是好朋友吗？我们不是你的好朋友。为什么？你说我胆小，你弄坏我的手机，你骗我，还吃了我的零食。我没有这样做，我刚被光精灵救下来就来找你们了。我的变身药水到底在哪里？光精灵，快救我。梅梅，你怎么在这里？突然有人变成了我的样子，被宁宁救走了。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，光明魔法，你要赶快回去。就是这样，那根本不是我。没错，是娘娘拿走我的药水，变成梅梅的样子，那些坏事都是她做的。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。对不起梅梅，我当时没有认出来你。没关系，我不怪你。娘娘，你做坏事，我要把你打扫蒙古大陆一个月。哎呀，我怎么这么倒霉啊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今天的故事吗？我们下期再见。